本来想说，那我都不要养其他恐龙，我就只养一种恐龙就好，就是四驼龙。你有正常的名字啊？你们就是在孵化前嘛，就看好我在孵蛋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在聊天室打。你可以打菜名啊、水果啊，有的没的啊。哦，有点饱和了哎，三角龙不喜欢了，完了，要把一些卖掉了。哦哦哦哦哦！你真？已确认。哎，我还自己射好了。加油！恐龙进入射程。咻！枪法漂亮。咻！已完成必要的治疗。咻！该恐龙无需治疗。没病，没病养身体啊。什么？该恐龙无聊，然后问我，我们是墨的才叫老板。对啊，其实推叫老板的是诺德叫我啦。欸，他们不出来，再不出来要卖掉咯。华阳龙，这是我可能没取到名。恐龙数目再多一只，欢乐。有付薪水吗？欸，送商品算薪水吗？怕太多就不喜欢了，把水卖掉。签下这份合同，我有太多了吧？2000。长远来说，对我们彼此都值得。看一下哦，我现在人多少？人们总是害怕，我现在根本不够啊！神经病哦，2000耶！但这些岛上的恐龙可以将这种恐惧转化为别的感受，像是希望之类的。重点是我们必须努力吸引更多人来这里。有啊，哒哒，看岛屿评价财务，人口有吗？人。合计这好难完成哦。
2100耶，他们在开会了，刚在聊什么？诶，散会了。啊，想到了，没拍过照片。喂食处补充完成，补给完成。我们要把这些照片拿去卖，对吧？这些是要拿来卖钱的吗？白痴哦，刚才拍过。哦，这只还没啊。克斯龙这只吗？黄羊啊，克斯龙还没孵啊。克斯龙和高案件。我喜欢这份合同，你也应该喜欢。神经病，然后每次前任务都越来越难。每分钟收益要550。然后整地就是这样整啊。这样啊。变低啦，
运。改一座吧。恐龙死亡，有是有，哪一只啊？一，正在前往回收恐龙。回收恐龙。恐龙回收完成。好了，少一只小的，他家好大一个哦，可以再养。拿到上限，阿南翠。出现问题时，大家会先找谁？你猜对了。发呆十分钟。把这份合同当做我们随时做好准备的一环吧。还没，还没。我想说等100%再付，我要等，等基因到100%再付。甲龙科，对。哇，他有自己的名字哦。白垩，白垩纪啊，对啊，其实就是三角龙跟这个这种暴龙的生长纪是差很远，所以不会有三角龙跟暴龙互相打架的画面。应该也应该快死了。